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好的，来玩这款格斗之城。7月29号上市，那是 Steam 游戏，目前是免费游戏。那还要再看看怎么样吧。横版的格斗冒险 RPG 游戏，好，伺服器一，我手游版不知道，我还没有查。战士、枪手、武术大师、神谕者、法师、牧师、潜行者，敬请期待。玩个女角吧，武术师怎么样？还是法师啊？武术师应该是近战吧？为什么这个武术师有翅膀？武斗家可以转职是不是？拳击手，敬请期待。啊，有男女，不能选，有女。好像目前绑定形象吧，哦，不能切。好，玩玩看吧。代表技太快了啦，那个技能我都还来不及看。然后视野的部分，我把画面放大一点，因为我这是 Steam 版，刚刚那个视野还没调好。就是那个 FPS 为什么在左下角要显示啊？这个音乐不太好听耶，说实在的。然后这个是 3D 的吧？哦，这是 3D 的。操作键盘，哦，我们操作键盘没有啊，键盘没有反应啊。哦，它的那个方向键在右下角，是上下左右，不是 WSD。可以去修改吗？不行，目前没有。然后点击右下角攻击，击败敌人，这个是 G 哦。X 跟 C 吗？还是什么 ？X 跟 C，OK。X 是攻击。那为什么我的形象跟刚刚不太一样啊？我刚刚不是一个少女吗？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大兵的形象？这是退后是不是？后撤。天界之伤，我不知道，还是因为是现在是教学啊。我这边又用滑鼠。哎，我闪开了！哇，这么多！攻击是哪一个啊？像横版格斗游戏，这是什么？旋风脚 ？A 是旋风脚，还是小 A 旋风脚？然后 S 是铁三靠。铁三靠，是不是铁三靠？还是用肘击？啊，一个是火攻 ，ASC， 按摩技，按摩技是一个范围技。啊，这边要回来，按这个。耶我来弄一下我的摇杆。你好，冒险家，欢迎来到这里，请让我指引您展开冒险旅程吧。还可以用摇杆，可以用摇杆，我现在用摇杆。自动寻路。欢迎光临，我可是外冒险家，铁锤的力量。这边怎么又有点像 MMO 啊？这个界面有点像那个大陆 MMO。接到主线任务后，
对应的关卡右上角会有标。开始挑战啊！我这边摇杆可以用，可是攻击没有啊，没办法设定哎、欸。这个自动是不是？这个是自动。啊，这是任务，要打败五只哥布林。设置，我们来设置一下好了。离开副本，就这样子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设定啦。好，这个为什么它会自己乱走？不能自己停下来吗？画质高，好像没有那个摇杆设定。摇杆设定怎么秀头？自己在那边走路。哦，没办法，个人信息。系统设置音乐的大小声也没看到。对，可以稍微小声一点，有点大声了、啊。然后我没办法用摇杆，我没办法用，我这个摇杆应该是他抓到然后出问题吧。我先把我的摇杆给取消吧，等我一下，我来把它给关闭一下。你看他不会自己走，所以他自己操作我。很可惜，没有摇杆。好，那我们去打哥布林吧，就学习一下。然后刚刚那个大天使的形象没有，那果然是教学而已。这个是怎样？升龙拳是不是？升龙拳，上勾拳。我也没有旋风甲了，变成一个 TG。然后我这次是补攻嘛，然后吸是闪避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好难记。他这个操作不能改，我就不好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习惯自己按键要怎么用。可以往下走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个 roguelike 的一个地图，怎么用大招啊？闪，好像闪没有用，不需要闪。我就普攻加升龙拳，上勾拳，还可以吧，打击感蛮普通的。哎、欸，我不是拳头，我是拿那个一个棍子哦。我没有发现哎、欸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好吧，反正 Steam 游戏我会玩一些免费游戏啊。这个有没有手游？我来查一下。查询格斗之城没找到。哎、欸，人还蛮多的，人还蛮多的。怎么样？跟我一样无聊玩一下这个 Steam 免费游戏啊？一至三，哦，这个是等级一到三，然后这是等级三的。哦，为什么是一至一至一至三？想说奇怪，我根本不是才玩一场而已嘛，就教学一场而已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张的奖励。哦，这是免费游戏，它怎么赚啊？手游的话可以看广告啊，电脑游戏好像不能看广告。预转职技能十分强大，快感受一下吧。真的、哦，我不会用啊。这招是这么强，第一技是哇，大招一下就没了。我能接这么久，可恶！
升龙拳，没有没有跳起啊，我只有上勾拳而已。大招啊，直接秒掉了，哈哈，哥布林枪手。其实这跟那个 KO 玩起来差很多啊。如果喜欢这种横向的格斗游戏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往我频道上每天玩的 KO Four Star， 好不好？那个虽然已经三年的了，但是打击感还是有的啦。我觉得啦，打击感 OK 的啦。只是那个也是很花时间。然后我们就交付任务，交付任务。我可是这儿最会。哇！铁匠大叔送给我们一把高级武器，我们这个换上试试吧。不知道叫什么旋棍哦，练习旋棍。他们拿刀哎，我拿棍，我输了啦。我们要打败那个牛头人，牛头牌沙沙江米诺陶洛斯。我刚应该玩法师的，法师比较可爱的感觉。我要点一下。升龙啊，大招啊，冷却有个九的，这个可以开自动啊，是不是？开自动，自动，电脑好笨哦，你们要跟我一样笨。就我不动哦，我不动。不动，他已经不动了。他会动，他会动。就是你这个自动开着之后，他不会马上就进入 AI。你可以辅助啊。他刚说什么？怪物已清除。噔。噔，米诺陶洛斯，我的，他说什么？反正就很像一个升龙犬啊，往前冲，然后往天空飞。我要捡东西呀、啊，这个不捡他会给我们吗？我就不知道。好，这个四选一。然后这个十几号可以开这个黄金卡牌，我不知道怎么开、啊，有没有要不要花钱？前往交付任务。好，欢迎光临，我可是快冒险家。很可惜啊，他摇杆不能设定，与你同在，也不能自己任意的修改那个键。你成长得不错哦，是时候学习新的技能了。学习技能，格斗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格斗游戏你要配置一下你的技能。F 这么多 ，Q 啊这么多，这个热键太多了，我记不住，我都乱按。即时学习新的技能，可以让你的连招更强、哦。就是上下左右键在右边，然后左边的键盘全部就是那些 A B S Z X C W Q E 吧 ，Q W E 这些有了没的，没有旅店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偷角色吗？静香、邮箱、米娅小姐，我们来重新认识一，请不要忘记我。可以做色色的事吗？应该是不行。我刚刚在那个 Play 商店下载一个抢先体验的游戏，我没有玩，就是下载完，然后发现怎么封面的那个女生裸体呀、啊？怎么会有那种裸体的游戏？就是美少女要全部都裸体，我就觉得当下就马上不玩，直接移除。我不能让我的频道被封啊！不能玩那种十八禁的游戏，大家懂吧？应该懂。怎么过不去？好，他的判定没那么高。小升龙跟大升龙，就这游戏你一直用技能也没差吧？用普攻也没差、啊。哎呦喂、啊！想说按个技能没按好，
最近我玩的那个有一款格斗游戏是三对三的，对，怎么突然有人打我？领主断翅煞，哇，好痛啊！那判定没有很大，你必须瞄准好。刚这招没打到啊，哦，不然他早就死了。我这招伤害很痛。好，我五等，六等。我刚说最近玩那个格斗游戏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要看一下哦。境界战线啊，境界战线三打三的，有兴趣的话可以玩玩看，也是这种格斗，但是是组队三对三，这个游戏应该也是可以组队吧，只是我觉得它这个不是专门的那种格斗游戏。为了让冒险轻松一些，我们可以带上一些药水哦。拖拉过来，怎么没有？要好好放，是不是？真的是，好吧，我不知道在干嘛，就补血吧。我们冲刺一下，接任务。我们再玩一下吧。好，这边可以工会战报，应该是有打架的啦，游戏嘛。那就一对一啊，三对三之类的吧。点击此处可以直接使用药品。滑动可以打开辅助药品界面。滑动，那就用完了。这样子，他自己打了，因为我有开那个自动。我刚药水喝完了，那么乐见呢？就我那我碰过去，啊，这个地形怎么长得很像啊？就没有什么特点，然后过来都死那个哥布林，还有这个牛头人，我被打到了，哇，好痛！雪琪呀，这个你以为是魔兽？米娅被抓了，这个兔女郎米娅 ，Hello。SS 达成奖励蓝色药水，好，月卡奖励，我们有月卡吗？没有月卡，没买啊。噔噔噔噔，捡东西，我不知道不捡有没有差。耶嘿呀，耶耶。哎，想说把他笼子打爆。好，获得了一个称号，称号开启。那我们现在继续接任务。欢迎光临，我可是这最好的铁匠。喂，冒险家，铁锤的脸。称号是星际冒险家。我这个称号比他们还要大，虽然不是新手，比我还要新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把这个界面看一下吧。个人讯息，武术师系统设置我们刚看了嘛，可以稍微小心一点啊。然后画质高中低。显示人数，语音哦，礼包码不知道，安全锁，这个任务的这个界面很 MMO 啦，明显 MMO。聊天室怎么没人？有聊天室吗？这里没有人在讲话。在线礼包，我玩快二十分钟了，八级礼包。把我们的地图，我觉得这个画质没有说很好了，勉勉强强吧，反正免费游戏啊。啊，氪金部分不知道，目前氪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吗？没有啊，这个吗？点了没反应呢、欸，商城购嘛，点不过去啊。哦，在这里是不是？充值。没看到哎、欸，这个吗？没有看到台币的部分。
金石商店，没有看到台币。好啦，不管了，有兴趣的人会研究，有兴趣想要玩的人会研究。这边有那个时装，这个模组不好看啊，我觉得感觉没那么好看哈。好，感觉个子蛮矮的，不够修长。OK， 那就先玩到这边吧。想玩的人，我会把那个 Steam 里面下的链接放你冰箱资源位。啊，反正就免费游戏喽，目前是免费游戏了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